到一楼的中心点，那一楼中心点我一样没办法下放罗盘，好，所以我放在这个床垫的上面，那因为这个案子主要是来看男主人的肺积水，还有就是第一个长女的瘫痪，那所以我们来量，那我们来看哦，来那个肚里过来，看看中心点的西北方在哪里，好，这个是中心点，那乾卦是代表男主人，男主人，男主人的西北方，是找这个位置，好，那这个位置我们待会过去这个这面墙壁看看有发现什么东西，好，那我们跟着一进到底过去看，好，我们看到什么，看到这个东西一样是腌制的东西，好，这是积水的像，然后这个来是什么木头，烂掉的木头，没有生气的木头，盖过来代表男主人的位置是厕所，好，马桶，还有垃圾桶，还有一个破洞在那里，这个都是代表男主人，所以男主人说。